姜涛嘅综合新闻报道，嗱有一样嘢咧，高恩仔琴晚就极度唔开心，极度唔开心咧就系话《盗月者》呢个票房咧系突破咗2000万，唔系突破2000万唔开心，系各大嘅宣传系嘛？各大嘅宣传咧系讲到咧，哇！呢、这个盗月者已经超过2000万啦，应该大肆庆祝。而呢啲庆祝嘅人，有部分居然系姜涛，系嘛？喂，我真系完全唔了解呢件事咁样。但系后屘我揾咗一啲姜涛去做少少即系了解啦，咁样咁啊，诶，发现到有一啲好得意嘅嘢，咁啊，一阵同大家分享。开始段片之前，请大家赞我呢段片先，同埋。留个言咧，一个心心，一个笑容，一点都得啦。喂，最紧要咩货金支持 ？OK， 咁啊，呢、这个咁嘅盗月者咧，咁就琴日据嗰个消息啦，系唔知真定假？我真系冇特别 check 盗月者呢个票房，亦都唔值得高恩仔嘥时间去 check 啦。咁就话说已经超过2000万，亦都喺各大嘅传媒啦、网络上咧就大肆宣扬呢样嘢。亦都直指超過2000万票房呢個壯舉咧，係因為 Anson Low 即係做主演嗱，你要記住 ，Eden 都係嘅喎，白子都係嘅喎，張繼聰都係喎，加上客串嘅姜濤都係嘅喎，但係咧咁啊，即係大家司馬超之心，路人皆知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梗係將個歸功。系呢一个 Anson Low 啦，咁啊，琴晚即系当然神徒嗰边就大庆祝啦，反而见到爵士嗰边就冇乜点样庆祝喎。我谂佢哋都知道咩事咧，因为身为呢、这个身为呢个伴虎嘅打手系嘛，阿福啊，即系小夫啦，咁啊庆祝亦都无谓啦，因为今次绝对佢哋个庆祝对象就系 Anson Low， 咁啊神徒嗰边当然系。大肆庆祝啦，讲啊，即系讲啊，教主咧就成功吓、啊，成功咧主演一套盗月者就过2000万，归功立晒所有功劳咧就俾教主自己。咁呢样嘢我即系早前即系已经同大家分析过啦，亦都系意料之内啦。嗱、啊，老实讲，即系仇者痛唔系亲衰，亲者痛，仇者快啦。系嘛？喂，即系喂，神徒嗱，神徒庆祝，我能够了解啊，系咪先？我觉得亦都应该嘅，佢哋系嘛？即系自己个即系吓、主子啊，教主系咪用咗咁多心机阴谋，先至可以达成呢个目标？咁啊，都值得佢哋高兴啊！但系我就即系唔能够理解啊！我真系唔能够理解咧。作为姜糖，点解要咁大事庆祝呢？吓、啊，哇！我真系完全唔理解、啊，甚至系讲紧即系部分嘅后援会，亦都大肆宣扬姜涛，即系呢一个客串，只不过系客串嘅盗月者，超过2000万居然庆祝、啊，系嘛 ？post 呢个2000万嘅消息喎、哦，哇！我真係理解唔到啊！你明白？我理解唔到啊！即係究竟有冇一个基本嘅了解嘅咧？因为盗月者嘅成功咧，某程度上应该咁讲，我都太过保守啦，讲得。我话俾你知，盗月者嘅成功咧，一定係对于姜涛係造成。负面嘅影响，吓、啊，无论系呢个Anson Low 嘅喺影坛嘅地位啦，系嘛，喺即系呢个票房纪录啦，即系 Market View 票房嘅纪录啦，等等，都系全部都系针住姜涛而打噶嘛，系嘛，你居然去庆祝，系嘛，我真係唔知講乜啊！你明白？我自己咧，即係寫好一篇，即係唔好話稿啦 ，tick 曬啲 point， 我覺得今次要講啲咩？但係我真係去到呢度，我都唔知道應該要點講。即係我真係好唔明白，即係嗱
嗱，雖然咧，我話俾你知，雖然咧，我自己都有相熟嘅疆土 group 啦，咁樣，但係有部分我相信嘅疆土 group 嘅裡面嘅疆土咧，都有 post 呢個咁嘅 post 出嚟，就話疆土咧嘅客串呢、這個，唔係應該咁講啦，《盜月者》呢套戲就過2000萬，咁啊大肆慶祝。嗱，我再次重申一句啦，即係神台慶祝，甚至系爵士庆祝，喂，我都能够了解啊，我唔明白姜糖庆祝啲乜，我真系唔明白姜糖庆祝啲乜乜。嗱，纵使呢套戏姜糖系做得好，系嘛，姜糖嘅角色系有得发挥，但系问题上呢套戏始终都唔系姜糖嘅仔嚟噶嘛，你明唔明白？姜糖嘅仔系边个啊？姜糖嘅仔就系。阿媽有咗第二個啦，同埋我的天堂城市雖然都係三分一嘅戲份，但係我都覺得當係姜圖嘅親生仔。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盜月者就一定唔係姜圖嘅親生仔啦，甚至係講緊呢一個即係叫做呢、這個即係叫做五翼仔啊。因為盜月者嘅成功係意味着我依家睇下成個一個鋪排流程嚇。绝对系为咗 Anson Lau 成为王者，成为王者而去编排嘅一个盗月者嘅宣传策略，同埋一个谋略嚟噶嘛？吓，即系我唔知啊，即系可能大家姜涛系唔想明白啊，定系唔想了解咧？嗱，虽然庆祝嘅姜涛为数唔多，但系都有一执。系位数，甚至系讲紧后援会啊嘛，系咪？有一啲后援会直情系将盗月者攞2000万票房，系当系姜涛攞2000万嘅庆祝活动咁样样啊嘛，甚至系更加去叫大家姜涛去入场捧呢个盗月者，希望达到6000万票房啊嘛，哇！我都真系三观尽毁啊！呢件事你明白？我都真系好唔能够理解啊！系咪先？唔系唔能够理解啊！我梗系当中，我梗系知道背后嘅阴谋啦。不过之前讲我费事再重复啦。喂，好彩咋？即系后尾我睇睇下 loop 下啲咁嘅留言评论。喂，好彩都有啲姜糖系有基本正確嘅想法咋？喂，佢哋都提出一個問題啊，慶咩祝啫？盜月者2000萬慶祝，關姜糖咩事咧？係咪先？即係姜糖係黑串啊嘛，關姜糖咩事？嗱，一句已經質死你嘅，係咪先？哇，我真係好欣賞啲姜糖，即係好明白個中嗰個權衡利弊啊！你明嘛？即係你明白到。盗月者嘅成与败，其实对于姜涛嚟讲系真系唔关姜涛事嘅，系嘛？因为佢最后尾嗰个功劳又好，或者嗰个咁嘅或者嗰个咁嘅即系叫做奖项啦，一定系吹俾阿 Anson Lau 嘅。甚至系近排啲言论夸张到系话要今年金像奖就要捧呢个盗月者，捧呢个 Anson Lau 成为呢个最佳男主角添，系嘛？即系已经吹紧呢啲风啊！你明唔明白？大家姜糖醒啦，喂，大佬，系咪先？喂，依家人哋就系嘛？即系叫做嗰阵时阿妈有咗第二个，系咪？姜涛都未能够，即系暂时未能够做到嘅嘢，依家人哋已经部署紧啦，部署紧金像奖啊，最佳男主角啊，吓死你未啊？大家姜涛，喂，醒啦！即系我觉得都系少部分嘅姜涛系咁啫，啊，但我唔明白，点解有啲后援会都系咁做？喂，醒啦，系嘛？喂，唔。即如果去到今时今日，大家都仲系抱住一个心态，就话喂，要撑场。即其实我都唔明白撑咩场，套戏又唔系姜涛嘅，
喂，要撑啊！即系你唔好话高恩仔啊！即系我自己觉得要撑，都系我的天堂城市撑啦，系咪先？喂，我的天堂城市嗰阵时又唔见人哋哇铺天盖地咁宣传，系嘛？又唔见姜糖，嗱，即系我都即系有啲唔开心啊！我都讲翻嗰阵时，即系其实嗰阵时都系。即系点讲？我觉得姜糖都系有阵时未尽全力入去撑我啲天堂城市咯，系嘛？即系我所以，唉，算啦，唔好讲啦。即系你唔撑我啲，即系嗰阵时唔系话尽到全力撑我啲天堂城市就算啦。但系你呢刻唔系要尽全力撑道月姐啩？系咪先吓死人咩？喂，你依家同我话尽全力撑道月姐系完全系。毁尽三观嘅一个动作嚟，亦都唔系姜糖应有嘅应援活动咯，系嘛？我自己觉得系嘛？喂，道月姐、哦，依家人哋吹紧系 Anson 都系领晒所有功劳吓、哦，我个唔系姜涛、哦，姜涛冇功劳、哦，而且亦都有人吹紧风话系姜涛演技差、哦。当然我如果我再见到呢啲咁嘅言论，我就会出片反击啦，大家放心。但系依家嗰个走向咪咁咯，系嘛？成条路就系铺俾阿 Anson 都做呢、这个吓、啊、做王者咯，系嘛？做王者令到 Anson 都可以。即系成为呢个咁嘅即系叫做新一个呢个 Marco Will 电影嘅王者啦，系嘛？喂，咁所以就喂，所以即系留意啊，大家姜糖，我即系讲到口水都干，你即系将条片 share 俾嗱，其实我都讲得好理性啊，系咪？讲得啱啊！如果你哋觉得啱，你哋真系要。要 share 呢个咁嘅理论俾啲姜糖知，同埋佢啲姜糖睇，系嘛？即系无谓多阵时，无谓多阵时又即系，人哋如果真系万一即系金像奖 Anson Lau 攞最佳男主角，即系对唔对得住香港嘅电影啊？系咪？我唔系话 Anson Lau 对唔住，我话大家姜糖啊！依家呢一刻仲讲紧撑道月姐姜糖，唉，真系头痛埋。呢样嘢我话俾你知，我都收到一个最新消息，我下一次同大家讲。唉，今集冇戏啦，讲到下一集翻嚟继续。